各位观众早晨，这个是新时代电视一台，我们预备了很多精彩节目，稍后会陆续为大家播映，祝大家有愉快的一日。接着下来播映的是社团简讯及新闻报道。现在为大家报道社团简讯。首先是温哥华的消息，温哥华谭氏中亲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，商讨会务及选举新一届里监事，11月14号星期日上午11点举行。中桥列治文移民服务中心护老互助不弱老免费线上国语讲座，11月3号星期三上午10点到11点半，报名及查询604-279-7180、236-880-3257或者参与他们的网址。中信约定理聚会电脑手机聪明上网11月3号星期三上午11点到下午12点半，此聚会以实体及网上同步进行，需要报名，查询电话604-877-8606或者参与他们的网址。 BC 特许专业会计师协会退休财务管理免费网上国语讲座，11月10号上午10点到11点半，报名请参与他们的网址。跟着是多伦多的消息，多伦多教育局 Terry Fox 小学繁体字中文班网上课程招生，幼稚园 JK 至八年级，上课日期星期六上午九点半至中午十二点，查询416-338-4100或者参与他们的网址。史家堡华人宣道会11月网上专题及多媒体站 Q&A 逢星期四下午1点半到3点，报名及查询647-638-3308，电邮以下的地址或参与他们的网址。 Costi 成人免费网上英语班提供不同程度网上学习英语进修课程，利用电脑学习听讲读写技巧，查询1877-761-1155 extension 3620或者电邮以下的地址。最后是亚省的消息，卡城华人祈英会退休适应工作坊11月20号至12月11号逢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12点半，报名及查询403-269-6122。中信爱情中心精神管理网上课程11月13号至12月4号逢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中午12点，报名及查询致电或 WhatsApp 587-982-8111。递交社团消息，请在活动举办前三星期将活动日期、时间、地点、查询电话等资料传真或电邮至本台办事处，以便编辑及制作。想查询以上的资料，请到新时代电视网址。免疫顾问委员会扩大新冠疫苗加强剂接种范围，建议70岁以上长者等接种。杜鲁多离开荷兰前往意大利出席20国集团领袖峰会。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被医生建议至少休息两个星期。各位欢迎收看10月29号的新闻报道，跟着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总理杜鲁多离开荷兰转抵意大利首都罗马，他在荷兰与首相吕特见面的时候，双方同意要促进贸易及加强在洁净能源方面的合作。吕特宣布支持北约在本国设立气候安全中心。恩雅乐报道。